统一 Seven Eleven 狮队为了回馈球迷多年的支持，即将在下个月15号举行2014统一狮有你真好同乐会。选手们也赶在过年前积极筹备活动内容，而身为新人的郭宏志当然也要带领其他菜鸟们安排最 special 的节目给大家。赶快来看看他们准备的如何。看这个样子是要表演舞蹈，不过说真的，我实在看不出来小小郭你在跳什么。右左右左画一圈，这么简单我都会了，看样子老师在教你们没在听哦。天哪，是现在很夯的跳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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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姐姐吗？只是这么性感的音乐配上你们卡卡的舞蹈还有女仆装， Oh my god， 这肯定会让球迷们疯狂尖叫。我看连辛苦指导你们这群肢体不怎么协调的舞蹈老师应该已经无言了吧。其实我刚刚教下来，我觉得今年的感觉比去年好，因为去年的我教了老半天，天都暗了，他们还学不会。但是现在好像也才花了2个小时不到，他们应该学好了。我们这一批里面当然就是有我们的小小郭最有慧根咯，他实在是太棒了，好会跳哦。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Wave， 对，我刚刚教他的是 Wave， 可是他做起来其实像毛毛虫。女仆装，你觉得女仆跟超人，你比较喜欢哪一套？你问谁？你。女仆啊，我喜欢新的服装。我自己对自己非常没有期待，所以大家不要期待太多，OK？ 看样子，到时候由郭宏志领军的女仆姐姐，肯定是同乐会上惊吓尖叫指数破百的表演。我来体育新闻，肖新昌、于希杰综合报道。